站住！没事，让他跑。这人鱼借着了你？还没有，但我相信一定在柳无双身上。现在该你出手，杀了他，我帮你做李家家主。 一言为定。无双，能打是真的能打。 只是今天八月初八，不知你还有几日？我未，早已该想到你，也只有你才知道我这个劫。我等这一天等很久，要知道，每12年才有这样的一天。这就不行。 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得到什么呢？等你死，你这都是我的。令箭，交水。大哥，上车。哎，你干嘛来了？有你啊，这都真多人。 不过金毛圈就别急，老婆，数到三，一、二、三，大哥，不是我澹台烤肉自卖自夸，就我这手艺，实力平行，我这招叫做。 上飞说，这肉肯定属我一个字儿绝。这不是武都城第一废柴吗？这下又来开直播卖烧烤了。人家是澹台家的烧烤九公子，澹台家的狗都过得比他好。没爸没妈，听说辍学也被封了，已经废得不能再废了。哎，来打个卡。耶，什么人啊，真没素质。哟。 林家二小姐，您沐浴，不知今晚可否赏个脸？哥哥带你去武都城最大的酒店。哼，我不喝。主播，等一下回来，去送个肉。顾家主，请自重。自重？哥哥有多重？那得妹妹抱了才知道。来，烤肉好了。来，大家坐。你这干什么呢你？ 这不是看大哥你来，我给你们上点烧烤吗？我大哥要吃烤肉，还到你这儿来？不是，大哥，大半夜的跟几个小美女过不去。小子，没点实力在这装什么？
英雄救美呢你啊！兄弟们上！你别打！别打了！干什么？你想干嘛？ 老大，你给我等着，我本事回来。谢谢你啊。没事，没事。你没事吧？没事。谢谢你。 哪儿啊这是？元神空间。是。凌霜。凌霜？谁呀？我都不认识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把我放出去！我。大哥，你咋在这儿？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们俩合为一体。 凌霜，这样门就交给你。爷爷，大哥，无辜又无悔，我又没脑子，谁都打不过，你交给我干啥呀？你这你要不然交给……这能令你也既然能选择，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要不在。 大哥要不在，就不是这么抽你。你咋了？我今天专门来看看你死没死，给你叫个灵车，真可惜啊，没用上。小爷我福大命大，怎么了？没死成碍你眼了。现你马上搬出澄泉家，你个小虫子，凭什么你一句话都换不出？谁呀？就凭我能修炼家族心法，就凭你是个废物。 第一，爷爷帮我教训，而不是废物。第二，你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信不信我灭了你们之前的兄弟？这公共场合，你们兄弟之间这么闹，这成何体统？天工行、拍卖会。 迫在眉睫，你们兄弟俩这么闹，要是让外人知道了，我怎么看我们谭台家？爷爷，是他。闭嘴吧！拍卖会拍卖的都是正阳门内的极品，我们谭台家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保证我们在五都城内四大家族的榜首位置，知道吗？崇儿今年为拍卖会准备了1亿，一定能拿到。 有心了，哎，爷爷，我也想去拍卖会。今年呐，你就别去了啊！何况就凭你今年四大家族精锐进出，你就留在这儿养病吧。要是你们大哥回来就好了。小九啊，你先休息。今年拍卖会，我们谭台家必须拿到青尊素影杯。 爷爷，我病好了，我活蹦乱跳的，哼，不让你去，非要去。
我的天，乖乖，真牛逼啊！来者何人，敢擅闯我正阳楼？这个，看这个。郑瑶身是穆青云，郑瑶右使，郑瑶左使，见过门主。 起来，挺帅的，挺漂亮的。这火力还挺大，这戒指有点东西。这正阳楼原来不在真实世界。门主，门主，门主，哎，咋了？ 这是正阳门的紫薇星卡，里面有万亿资产，供您调遣。万亿啊！给我的，万亿怎么的？万亿，十栋别墅，八十栋。那个，正阳门听令啊，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杀害我爸那个面具人到底是谁？正阳门又有强大的信息系统，5年前您父亲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应该是一个黑衣面具人所为，而这次无双门主出事也是他所为。此人极有可能是暗影会的掌门人。请你们令正阳门下所有的人见令箭，拜正阳门主。是，正阳一出，暗影退散。搞这么正事？这样吧，我还是以谭家九公子的身份跟大家和平相处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拔除那个暗影会。 行了行了，胡家主，你咋不开心啊？兔死狐悲，这么一僵，迟早有变天，下一个我胡家不是要完蛋了？李家怎么能跟李湘提并论呢？你这么帅又年轻有为，就是啊，胡少主，姐妹都来了，可别这么扫兴啊！来来来，干杯！ 酒都不喝完，你养鱼呢？哎，好，好，好。嗯，养鱼，我养的就是你这条美人鱼。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你咋这么偏心？来来来，都有都有，我胡少从今朝有酒今朝醉。<笑>等会儿您家两姐妹来了，你们给我好好调教调教。 说曹操，曹操到，愣着干嘛呀？下来玩啊！李芳尊重一点，我们是代表林家来找你，没工夫在这儿陪你谈风月。真是大小姐风范呀！这林家没个男人啊，女人这么撑着可真累呀。你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谈论我们林家？你们最好先回避一下，我们有事找你们门。吴胡爷呀，本有心跟你们林家提亲的。 这林家女人啊，个个这么强势。吴胡爷，以后不要生气吧。<笑>还不够气呢。就是，来求人办事还这态度。行了行了，你们先下去啊。等我滚。姐，就这种人，我死都不嫁。你闭嘴。吴少聪，李家出事，你一点都不着急吗？我着什么急啊？暗影会想吞并我胡家。 可没那么容易，我胡家的事儿可用不着你林大小姐操心。那如果您胡两家结合，你们胡家岂不是更安全一些？安全，大小姐，我胡家的安全用得着你操心吗？啊，想要合作呀，也不是不可。除非你林大小姐嫁给我。我和谭三星辰已经有婚约了。就那个废物。 怎么着？你觉得我比不上他？
他现在毕竟还是谭台一家的人，我爸爸说了，只要你与我妹妹订婚，我们林家的产业分你一半。好，就这么定了。我不愿意，林梦云。身为林家人，你没有选择。姐，他就是一个流氓的一个色鬼，他前几天还骚扰我。林梦云，这是家主的意思，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是不答应。 就将你宗亲凌驾！你怎么回事？这光天化日，光天化夜，拉倒就算了。哎呀，这不是谈谈废物。 怎么着，林家的家事你也想管？你要这么说，我真管不了。我告诉你，我谭台星辰是林家大小姐林慕晴的老公。这位，什么小姐？就你这样的，林家大小姐不看上你？对，你还真是狗眼看人低。把林慕晴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我到底是不是他未来老婆。 兄弟们，把他给我撵出去！等一下，你看了点，我说过了，我是他老公。梅兰老婆，你咋知道？给他放干净，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林行，咱们是有婚约在身的，这不是儿戏。今天林慕晴正式宣布，我和谭台星辰的婚约正式作废。林慕晴，这不是儿戏。 这当初你们当初你是谭台家最有希望的子嗣，而你的父亲是谭台家门主继承人，那都是当初，而现在我不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们林家联姻的是唐台家公子，你马上要被清出台，有什么资格说不同意？谭台星辰，说了别出来丢人，就是不出去。听见了吗？ 你很快就不是谭台家的人，我和你的婚约从此作废。我谭台星辰即日起与母亲私会，现在开始跟他没有半点瓜葛。林慕云，你不是我林家人，这里没资格听。爸，住口！既然你不同意女儿林家的婚约，留在林家，就没什么作用。今日我宣布，母亲离家，此生。 不能再鼓励家门。为了家着利，牺牲女儿的幸福，这种家伙伸出谁入座？林家的事说完了，我谭台家的事儿我看着，你有什么资格代表谭台家进入谭家婚事？我自然是代表不了谭台家的进去。笑话，你没有资格代表谭台家进去。你告诉我，再告诉我，不客气。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不管我是不是家族。 有些事情不明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待会儿进会场是怎么跟你。今天谢谢你。咱们俩都是家族气，要不怎么了？嗯，当真人。 监工潘亮豪正式开始。首先呢，第一件宝物是紫金翠玉镯。这件宝物由蜀山封家提供，工艺非凡，价值50万。门主，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其中价值最低的紫金翠玉镯，其实是我们第四代门主封紫薇的遗物，具有引灵功能，非常适合您现在用。接下来开始竞拍。 50万，好的，这位小姐竞价50万元，50万元第一次，有需要加价的老板吗？50万元第二次，50万元第三次，成交，恭喜恭喜！好，下一家拍卖，请尊素影杯，起拍价1000万。我得帮谭台家拿下这个六七。谭台星辰，你是想挑战我吗？各位。 这件银器价值非凡，我们林家
也会尽力而为。一千万，白檀少爷，你的价可不够看啊！两千万，三千万，三千五百万，我再加一手，五千万。六千万，一个亿，都说了你不够看。一个亿第一次，一个亿第二次，一个亿第一，一个亿第一次，一个亿第二次，一个亿第一，三个亿，恭喜林夏二小姐以三个亿夺得这件青春玉杯。接下来第三件拍品是我身后的这个。等一下，我代表李氏集团有话要说。今天是武都城最重要的日子，天宫拍卖会何其隆重。我想问一下，这里是否允许闲人就坐呢？我想问一下，这里是否允许闲人就坐呢？当然不行，我们这里每年只邀请武都城豪门大族，在座的各位个个都是武都城的上流人士，非富即贵。那就好，我再问一句，台坛家代表来了吗？当然，我受家族委托，是本次澹台家族的唯一代表。这样啊，那他是来干什么？他是怎么有资格跟我们同场竞拍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叫做澹台之客。蓝若薇，我是受邀请过来的，恭候尊重。各位，我代表澹台家族再次声明，这个人今天的所有行为跟我澹台家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他马上就要被逐出家门，哪来的三个亿带走青春素云杯？所以你根本没资格坐在这里。我说过了，我是受邀请过来的，放尊重点。各位，该不会不认识这个青云铁吧？啊啊！就算你有青云铁又怎么样？还不是靠我澹台家族这些年在武都城做出的贡献？要不然凭你一个家族废物，凭什么在这儿狐假虎威？这老虫子，你皮又痒是不是？总之呢，一对狗男女，招摇过市，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公平竞拍，价高者得，我们凭什么走？公平竞拍，价高者得，我们凭什么走？有意思。据我所知，澹台家族里就你财力最为雄厚，而这九公子都他妈快穷得去要饭了。说的没错，他除了占着家族股份坐吃红利，什么贡献都没有。好，那问题来了，澹台先生，你的钱究竟是哪里来的？整个武都城除了四大家族，那就只有高高在上的你才有这个事。除了他还有谁有这份财力？哦，对，那就只有暗影会。不可能，我澹台家族跟暗影会是世代死仇，他父母也是被暗影会所害，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那就是不知道死活咯，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可能是在阳光下死了，也可能是在爱与你活着。到底是不是只有请镇阳门主来定夺？来人，请门主。大哥，你回来了。阿弟，各位贵宾，这次我们台坛家族是我八弟作为代表，我不应该出现在此。澹台大公子客气了。萧天大公子，暗影会跟澹台家可是世仇，这小子如果真是暗影会的狗，那你们澹台家
在武都城的位置可不保。澹台大公子，我与澹台新城的婚约早已解除，随后我会把聘礼送回澹台家，还请见谅。各位，我们台坛家什么时候和暗会牵扯？是谁如此诋毁？星辰有错没错，是我们自己的家务，什么时候有外人掺和？星辰，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你还有什么要解释？这其中一定我来解释吧。你是不是澹台新城门主可没说让你拿三个亿去买杯子，不过正好，反正是咱们正阳门的东西，也算是一个好事。紫薇星卡给我。是是是，又是青云贴，是紫薇星卡，不知道还有吕无伤在这五毒城之中呢。可是据我所知，这镇阳门主已经消失很久了，该不会是死了吧？你怎么知道门主不在武都城？据我所知，你兰若薇的丈夫恰好也是吕无伤，不过他好像已经消失了很久。我家那位整天寻花问柳的，说不定现在在哪个温柔乡里醉生梦死。我的意思是，万一镇阳门主出什么意外，比如暗影会什么的。镇阳门主天下无敌。这位夫人，您不会是以为区区几个暗影会的杀手就可以杀害我？那是那是，那你倒是叫镇阳门主出来号令整个武都城。我们门主正在闭关，该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我们走。慢着慢着，神使大人在上，我无意冒犯，但是这件事情有关武都城各大家族的兴衰，我不得不说。说吧。既然神使大人出现，那澹台新城的身份我不用质疑，但是他旁边的举牌手是我们林家刚刚逐出之人，他总不会是什么贵客吧？他有什么资格在这举牌叫价？神使大人，青云铁只有池铁本人，最多携带至亲，这点我不记错吧？这个确实如此。那就对了，此人没有任何宗族身份，他就没有资格进入这个会场，他说的话自然也是无效。我看要不要这样，你现在答应嫁给我，这三个亿就当是我娶你的彩礼，金尊素饮杯稍后我会自动奉还，就当是给镇阳门主的一份薄礼，就当是给镇阳门主的一份薄礼。如此甚好。神使大人，胡家主如果能与我林家联姻，我们求之不得。木鱼，你为了联姻的事跟家族闹成这样，已经置整个林家利益于不顾了，胡家主不予追究，可见他对你是一片真心啊。今天胡家主愿意散亿万家财来迎娶你，你可别不知好歹啊。二妹呀、啊、不是我说你，身为林家人没点觉悟可是不行的。这诚意我可是给足了。我的木雨妹妹，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胡少聪，你还是找你的李牧请去，反正你们俩勾搭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澹台星辰，你闭嘴。我和你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跟谁在一起用不着你操心，你哪一点比得上胡家族？我镇阳门的人岂容和别人相比？澹台星辰，我问你，林木雨可是自愿为你举牌的？是的，神使。林木雨，你是否愿意嫁入胡家？林木雨，你是否愿意嫁入胡家？不用考虑，遵从本心。我不愿意。你大胆！林梦云，别不知好歹。林家家主莫要激动呀，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无非就是因为林木雨参加此次拍卖会没有身份。好，这个身份我来给他。林木雨，你听好了，我只问你一次，你
愿不愿意嫁给澹台星辰？我愿意。好，林家家主，今天我以正阳门神使的身份替正阳门下弟子澹台星辰正式提亲。这今天正阳门巡回的青尊素影碑本来是为了补齐另一个灵器青尊偃月壶的，正好壶碑相聚，琴瑟和鸣，大好寓意。那今天我就以这一套灵器作为聘礼，还请林家家主莫要推辞。我林家能与正阳门结缘，天大的荣幸啊！我九弟入正阳门，又与林家再续婚姻。九弟，恭喜！胡家主也不要失望，后天就是我爸爸生日，我会亲自斟酒赔罪。哦，对对，不说我都忘了，到时候还请各位一定来赏花。我说你一个废物，青州素云飞好心算了，连林沐雨都搞不定，还有你，说什么领悟双生，你就不怕穆青云查你吗？看来现在正阳门还有好事。东主，要不我找个人，准备将那个血债给处理了。处理，我马上有更大的事。通知所有人，必须要严谨小心，万不好事，杀无赦。那个小病，真是找了个靠山。我要去帮他葬水就好了。东主，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只分心法，四大家族共识一部分。他是四大家族，我正阳门不根基，现在只剩你家这一部分。东主，难道你要抢夺至尊心法吗？人大蠢！胡少宗、蓝若薇，我要你们这次以苦肉计，所有家族都给我绑住，包括你们自己。东主有令，莫敢不从。要不是因为镇阳门，这个废物怎么能走进我林家家门？爸，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林沐雨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以后我们也别想指望澹台星辰能给我们家族带来什么好处，别得罪了镇阳门就行。林家主，澹台星辰前来贺寿，祝林家主福荣东海，寿比南山。澹台星辰啊，再怎么说我们也快是一家人了。寿礼怎么都没带来一份啊？哦，对了，你的紫薇星卡被收了，我倒是忘了，你现在还是一个没钱人。姐，星辰已经背了礼，随后就到。林木青，我今天过来呢，是看在沐雨的面子上，而且我也想缓和一下之前尴尬的事情。寿礼，我相信林家肯定会行。澹台星辰，林家主忍着你，我可不惯着你。谁让你抢了我的二小姐？胡家主，今天是林家的大喜之日，你这说话有辱斯文了。有辱斯文？那我就说点斯文的。如果说你明天之后就不再是镇阳门的人，你猜林家上下会怎么想？你爸大寿，我人不正。你妈谁呢？别答应我爸。你懒得跟你计较。今天林家主寿宴，我来。就三件事，第一，给林家主祝寿。来人，上礼。国家婚礼，灵芝鹿茸各一份，北境极品冰种翡翠白菜一只，青条100根。第二件事，我要拿出胡家10%的股权，作为彩礼向林慕琴求婚。林家主，这是我的股权转让书，还请林家主笑纳。林家就见外了，见外了，以后就娶你家人。而这第三件事，我要帮林家除掉这个祸。来，你弄死我，不得放肆。林少曾说完，好，嘴硬说。这是一段交通录像视频，正好由我胡家负责武都城的信息网络安全，要不然还发现不了那些猫腻。是澹台星辰，林家主，请仔细看后面。
此人真是镇阳门门主。自那天之后，镇阳门门主就从此消失了。说，你把门主怎么了？你就拿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就要说是我害死的。好，好，那你说说，你要怎么证明你的清白？澹台家主到。林家主，恭喜恭喜恭喜！你这次生日刚好，我也趁此机会送上星辰这个孩子信。上天，来上礼。今天我九弟与林家二小姐喜结善缘，我们澹台家准备了两样，林家想拿。第一件是五渡城万象花海组合图书，价值10亿。第二件是我们澹台星辰家族分红。星辰，媳妇管账没有意见？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哎呀，如此大礼，你们家开心了。好大的手笔！不过，吴少主，我九弟从小为人敦厚，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不如交给正阳门处理，我们耐心的。既然澹台大公子都这么说，这个面子自然得。今天又是您家家主的大好日子，都是自家人，属实希望这是个误会。武都城城主到。我林家真是蓬荜生辉啊，咱看劳民大驾。怎么不欢迎啊？我可是来喝你的寿宴酒的。哈，岂敢岂敢，城主大人快请上座。这次呢，我也没有空，礼物重，代表我一份心意。在座的各位，每人一盒象山雨前供春茶，多了没有？每人就一盒。我林家这些年在五都城都是屡眷顾，今天又出如此厚礼，真是长寿无期啊！没错，我五都城的五大家族没有今天的地位，全靠您一手支撑。正好今天我又向林大小姐求了亲，还承蒙主厚爱，真是荣幸之至。少主，我不知道你这次来还有何吩咐？我等洗耳恭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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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是哪家的？这是我们澹台家族的九子澹台星辰。星辰，你一个小辈儿有幸见到城主，举止不恭，成何体统？赶快向城主赔罪。城主大人，小子失礼了。哎，星辰小友，别来无恙。我这次呢，是受命专门给你带来一份礼品，代表正阳门给您岳父贺寿礼。镇阳门委托陈总，这天大的脸面，竟然是给澹台星辰的。这小子哪来的这种面子？还不是看在澹台家给我胡家林家联姻法沾了点光而已。陈总大人，您之前可曾与小婿相识？这个星辰小友是正阳门下，见过见过，不卖关子。上礼，澹台星辰贺礼，南海明珠50颗，千年雪石10座，汉大河洁白玉夜光杯1套，金簪100枚。正阳门弟子就这么大的手笔，正阳门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啊！多谢城主大人。要谢就谢星辰小友吧。来来来，大家动筷子来。金光城，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现在立刻行动，
山城大王和李无双所有事，所有事一个都没有。对，还有另外，所有行动的人，我的人也杀掉吗？你的人也杀掉了。蓝如云，你给我听好了，如果这件事敢透露出来，谭台公子，这是要去哪儿啊？哦，吴家主啊，我四处走走。四处走走，行，你们今日在林家家宴上出尽了风头啊。吴家主，你不也是喜提了林家大小姐？以后林家恐怕是你说了算吧。好说好说，谭台兄弟，以后有事儿尽管吩咐，毕竟咱们可都是亲戚。只不过你那兄弟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啊。我谭台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来说，我弟再不济也轮不到你来指责他。对了，聪哥，你可别欺负他。行，毕竟咱们以后都是亲戚，这面啊肯定得给他留足了。可是这脸皮可得靠他自己挣，要是自己挣不到，那可怪不了别人。不过也没关系，毕竟咱们以后都是亲戚，没事啊多走动走动。对了，没事啊和你大哥好好学习学习，我对你大哥也是心服口服。以后啊，你们谭台家的掌门人必定是你大哥。我对我大哥也是心服口服，没二话。行。对了，你父亲年纪应该挺大了吧？没事多照顾照顾你父亲，毕竟你大哥平时忙，也没人照顾。什么意思？我突然有点想我的老父亲。没事，走了。把我杀了，快来把我杀了！我把我老公做了，就为了跟你。你从一天之后好好理过我吗？公主，胡老松来了。进来。都安排好了？都已安排妥当了，公主。你现在去演一出苦肉计，而你需要找一个李无双的替身，准备行动。这次行动不能有任何纰漏，这是我们暗影会最后一次行动，下一次我们就是以新的身份出现。喂？什么？马上派人去找。还有林家主也不见，吴少松也在现场。林家主？胡少聪也失联，我现在去禀报程总，保持联络。好，我知道了。姐，爸爸他有下落吗？没有，从早上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谭台啸天说他去城主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去找城主，让他拿拿主意。那我去找星辰，我们也想想办法。报告家主，蓝若薇也称李家家主失踪了。没那么多巧合，这样子看来
这件事绝对不简单。是，你尽快安排人去查找有用的线索。是。老铁们，今天给大家直播烤肉啊！就这火候，这色泽，哎呦，糊了。没事，我们等会儿换一把，会给大家表演一个火烧背霜。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送送礼物啊。没啥事儿，来我烧烤店吃点烧烤。老铁们，不是我说，就我这烧烤技术。你怎么还在这儿不回家？这不我冲哥，咋想吃烧烤？我给你整一串，送你的，别客气啊。谭谭星辰，老爷子都失踪了，你还在这玩直播？你拉倒吧，我早上还看老爷子在那散步呢，估计人家就是去远一点地方散步啊，散完步就回来了。星辰，星辰，我爸失踪了。感到一股气。我爸他早上就不见人了，到现在都没找到。失踪了就叫家族的人去找，找我干什么呀？我就一废物，找我传家。都说了你没心没肺，没冤枉你吧。家人们，今天直播就到这了啊，收摊。丹丹星辰，老爷子和你未来老丈人都失踪了，你不着急吗？老虫子啊，我告诉你，就你这性格，还没到别人面前你就已经收着你了，太出名了。怎么办呀？你先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估计是安隐会的，我去找将军。那你注意安全。你还站着干嘛呢？烧烤。对。四大家族族长同时失踪，这么大的事儿，只能是安隐会下的事。我们现在就去查。此事有蹊跷。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们绑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眼线遍布五毒城，我建议的话，先从四大家主的行踪开始查起。好主意，你立刻去查。还有，一定要关注暗影会的动向，以防他们下一次出手。好。以我的猜测，四大家族族长应该是同时失踪的。嗯。我们通过天眼得到的范围，今天早上啊，有四辆车同时通往一个目的地，幽谷巷子。幽谷？李家的巷子？李家也牵扯其中了？目前不太确定，但是照这么看的话，这个地方它一定有问题。天眼，你立刻带人去幽谷，不对，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嗯，好。城主，四家家主同时消失，这事很蹊跷。要我看，安隐会的。我可不见得是安隐。安隐会他们一向神出鬼没，突然搞出这么大动静。这也是我觉得反常。现在不仅我父亲消失，李家、林家、胡家出现同样的情况，显然不是巧合。而且在失踪之前，每个家族都曾经收到过一份神秘信息，我怀疑就是安隐会发出。如果是安隐会，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同时要对四大家族出手？他们背后是不是隐藏着更大的阴谋？眼下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出四大家族，没有四大家族，整个家族可能就会因此而崩溃。这个自然，我已经派手下去查了。那就有劳胡家主，我们四家联手，我相信安隐会一定。我们也要加强防范，防止暗影会再次出手。城主，你能护卫我们家族的安全吗？当然了，作为五都城的城主，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维护城内的安宁。报告家属，这有一封匿名信，是有人指使一个小孩子送来。城主，信上写什么？果然是暗影，这次倒是直接挑明了。他们目的是什么？他们想让你们交出至尊心法，以此换回各自家主。至尊心法，当年我们四家每人一部分，用来培养自己家最有天赋的孩子。只有获得四大家族的认同，才能学习本法的全本，才能成为真正的正阳君。
暗影会也太猖狂，竟然敢公然挑衅我们这样去。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到被暗影会利用的小孩，从他入手，说不定能找到暗影会的线索。我觉得姐姐说的有道理。好，那就按穆晴说的办，先找到那个小孩子，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暗影会的藏身之处。我们也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能让他们得逞。报告家主。 那小孩子我们已经问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说只是一个大哥哥，让他送的信，挺高的，带着绿色手镯，让他送到门口就走。手镯，绿色的，大哥哥，就这点信息，太少了。而且我们给绑了他，又把我们撕票了。你们在哪？ 你们在哪？好好好，我不问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交换，详细一点。你们先准备好各自那部分的心法，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给你们联系。你们暗影会要追踪心法干什么？有何居心？快把我爸爸放了，不然我们宁家必定会跟你们死心到底的。我们少一步秘籍，你们少一位家主，怎么样？我们暗影会都不亏，死拼到底。 你可以试试看，你都不要激动了，凡事好商量，要给我们点时间才行呀，要保护我们家主的安全。好，给你们时间准备，3个小时，胡家主的电话应该还有电。你说的事儿，我可以考虑考虑，但得确保他们的安全，否则后果你负。星辰，你给我等着，我饶不了你。手镯，那小子手上不是有一个吗？上次拍卖会上的。 紫金翠玉镯，现在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给我破葬身了。那你倒是解释解释，为什么人胡家指名道姓要跟你死磕？我跟暗影会有牵扯，他有什么证据？那你可以给我看看你的手镯，就是上次拍卖会上你花大价钱买的紫金翠玉。紫金翠玉，没错，是我们。星辰小友，今天早上有一个小孩送来一封匿名信。 他说是一个手戴绿色镯子的青年，让他送的。快说，你把胡家主怎么了？我把他怎么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那个绿色手镯的青年，你怎么解释？兰姐姐，您看清楚了吧？我这个是什么颜色？你红绿色盲啊？怎么会是红色？上次拍卖会上明明是绿色。这摘下来呢是绿色，这戴上去就是红色。紫金翠玉，什么颜色？ 现在我们还是要说正事，情急之下，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们绑架的位置。说的倒是蹊跷，没有任何蹊跷。我已经派人去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潘台行者，我知道你没有以前那么疯，可是你这个爱装的习惯真的很不好，人要学会量力而行。他可不会。就算你真的找到线索，你可以负责吗？此事颇为棘手，我们不能被暗影会威胁。我们四大家族一向秉承正义，如果被暗影会牵制， 那捂不住成，毕竟大乱。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把东西献上去，这样是最稳妥的办法。现在也只能这样子，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和他们交涉。这件事儿我去办吧。星辰，既然大家都对你有疑问，你就回避一下吧。星辰，回去吧，等我消息。嗯。星辰。 我跟你一起走。我是谭台大公子，代表四大家族，就你们谈的条件，我觉得可以。现在你可以放人。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一句话就要放人，太轻巧了。谭台小天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你真是想当人了？你觉得我会信你吗？那你说。 我该怎么做？听好了，我来发位置，我们的特使会过去和你们的人交接纸醉金幡，确定是真的之后，我们会考虑放人。不行，我不行。你有的选吗？对了，胡家主的手机可能快没电了。好，我答应。谭家大公子，您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我们家主，不然我们胡家就后继无人了。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澹台大公子，久仰。各位家族代表，我要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吗？至尊心法在此，快把我爸爸放了，发给我们人质的位置，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蓝小姐该不会以为你们要的人就在这儿吧？言而无信。绑架这种事儿，我们可是专业的，你们心里怎么想，我是一清二楚。希望你们别耍花样，赶紧把东西都交出来。人交出来。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判吗？我可以离开，我数三个数。放心，你们会很安全，但你们的家主我可就保证不了了。三二，我交。算你们识相，至尊心法留下，我们火眼真伪。看来公子，现在咱们怎么办？只能交出心法了，救出人质。不能让他们得逞，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先让他们查验。我们四大家族什么身份？说要与你交换，便会给你真的心法。好了，当你展示诚意的时候，告诉我，人质在哪？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暗影会费这么大周章树敌五都城，就是为了一部小小的秘籍吧？那你们也太天真了吧！当然，你们是想控制整个四大家族，进而控制城主，最后控制整个五都城。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你们东主是不是还想当正阳君呀？你就是澹台家的那个废柴，不错嘛，是个明白人。你就不怕我们各个家族来个壮士断腕，刮骨疗伤吗？澹台星辰，你闭嘴，你没说话。听到了吗？你以为的，今天只是你以为。既然这位澹台公子说出了我来此的真实目的，那我就继续说了。我呢，希望各家在未来选我们的东主当正阳君。这不可能，你们暗影会作恶多端，怎么会掌管五都城呢？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家族才有资格做决定，你们不放人，我们怎么商议？林小姐，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不是商量，是通知。这是同意书，你们家主已经按过手印了，都好好看看清楚。这按协议办事儿，这次我们暗影会可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吧？你们想的还真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们正阳门的人？正阳门，他们门主都失踪了，拿什么跟我斗？确实，也许正阳君已经死了。蓝若薇，不要胡说。蓝若薇，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说正阳君已经死了，莫不是你有别人不知道的？我瞎说的。我有一个疑问一直想，不过那天我自己差点连命都丢，要不是胡家主拿出那些视频资料的时候，后来我去调查那些视频资料的时候，却发现什么都不见，仿佛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那天救的人就叫李无双，那天我还看到了一个人影，虽然戴着面纱，我觉得越来越像。台南星辰，你血口喷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林家主，你女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等我们成了亲，暗影会就会控制你们林家。有我们澹台家在，你们的阴谋就别想得逞。澹台老爷子，你已经没用了，再他妈嘴，我他妈第一个就死了。胡少聪，穆青云，穆青云，你来的正好。四大家主之一，原来是暗影会成员，真是藏得够深的。何止，还有惊喜。穆青云，据我所知，正阳门门主已经没了吧？你李家是我暗影会最大的半角，不过现在你们还真是小看我暗影。总而言之，今天所局暗影会所谋甚大，大家千万不要受他们摆布。台南星辰，我们家族代表在这里处理重要事，城主也告诫过你，让你不要来掺和这件事。你急急忙忙跑过来是何居心？澹台星辰，你没有什么事可以先走吗？星辰，你先回去，这里有我。大哥，澹台星辰，四大家主都在他们手上，这个时候你要让我们不要让步，出了事情负责吗？好，好，我走便是。澹台星辰，这就被打败了？怎么可能？这才哪到哪？我今天呢，专门来找你的，
有件事儿想跟你说一下。你想不想知道暗影会的东主是谁？你想不想知道杀害刘冲的凶手又是谁？你知道答案。星辰，你现在是正阳门的人，家族的利益你可能并不怎么关心，但我却很在意。除非你答应我最大程度的保住谭台家族的利益，不然我是不会告诉你。成哥，你知道我的，我平时虽然看着不正经，但是我说过的话说到做到。你说哥，小时候谁照顾你最多？大哥呀。那小时候谁又经常护你周全？那还是大哥呀。好了，我说完了。我操，谭台冲，你逗我呢？好了，不是，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哥，青云神使，快出手把这个祸害除了。他们逼我们在土地出上画押，我们要尽快赶回去，不然后果不可挽回啊！怎么着，还他妈真以为你们掌控全局了？堂堂胡家家主，居然是暗影会的走狗，你他妈以为我愿意啊？杀了吧，换他们活，杀了吴少宗，听到了，我扶你做胡家家主，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只要放过我的父母和我妹妹，别想着我回家都可以，我都可以。你还不知道爸？啊，爸爸，爸爸，你爸都说了，他要死。但是你的活，我还没有想好。你他妈给我住手！住手！住手！下一个是妈妈还是妹妹？你说说，你放过他，放过他，我跟你谈，我都可以跟你谈。吴少宗，我只是要一条狗，一条不会说话。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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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放过妹妹，你放过妹妹，我胡家都能给你，都能给你，我胡家都就是你的狗，他就是你的狗。东主，计划马上就成功了，到时候整个武都城您就是新主，还请您事成之后放过妹妹，还她自由。吴少聪。一条狗要有一条狗的觉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别忘了，你就只剩一个妹妹了。还请东主恕罪，东主请恕罪，东主请恕罪。你妹妹滋味不错。胡老总，你不能死。你要死的话，你妹妹也会生不如死的。我都这样了，我还能见到我妹妹？太太爷爷，我们来救你们了。孟云，我在这儿。老东西，你闭嘴！你们别乱动，他有炸药。你先不要逞能，你要是死的话，我家上下也会遭殃。要是活的话，还有翻盘的希望。希望？我他妈都活成这样，还有希望？会把我当条狗，你们四大家族照样把我当条狗，我胡少宗早他妈活够了。把手举起，站旁边去。莫青云，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这么多人陪着我去，老爷看看你到底能选哪一个。那不要啊，不要。爷爷，木云，心超，心超，
静静，怎么样？静静，我没事，只是探探老爷子和林家家主，谢哲，对不起，是我没能保护好他。没事，静静，沐雨吧。他现在去你的元神空间。 沐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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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啊，沐雨，星辰，别哭，你不要离开我，我真的超级喜欢你。答应我，说完以后会等我好处事。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沐雨，呦呦呦呦呦呦！小两口生离死别，还非得让我听见？李大哥，沐雨爸爸全都死了，沐雨现在也要走了。武都城怕是要不太平。沐雨，你记不记得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装个大侠一样，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第一眼非常喜欢。 因为你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不能就这么走了。沐雨，星辰，如果我有办法救他，雷大哥，那什么办法？你快告诉我。你答应一件事，好好对待自己，照顾好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至阳门的精神一样。 在缕阳光，照耀着大地，不仅给人们希望和温暖，同时也会驱散黑暗和邪恶。你之所以会成为现代的澹台星辰，是因为你有一颗勇敢的心。李大哥，你到底要干什么？星辰，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你一样，我也一样。 你老觉得是我成就了你，其实恰恰相反，是你成就了我。沐雨是个好女孩，好好珍惜。从此以后，再无礼无双啊！李大哥，你不要这样子。天地玄黄，大道沧桑，暗影退散，唯有正道。李大哥。 李大哥，你不要！今天真的太……正阳门一地鸡毛，他们都死了，四大家族很快就到我手里。恭喜东主！ 公主威武，恭喜公主，恭喜威武！我李家已经是你的，胡家也是你的。林家怎么样？胡少聪一死，胡家可不好控制。那你有什么想法？我能有什么想法？还不是都听你。 我看你看那个林慕晴的时候，眼神有点冒火，要不要我帮你勾搭？还是你的误会。我帮你搞定林慕晴，林家的份子分我一半。这狡辩味儿，林家早晚是我。 林慕晴只是个摆设，我不用李家的手段，也能把林家搞定。林慕晴这个人是喜欢钱、权和地位，如果你能给到他这些，他早晚都是你。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林家还有一个林慕雨，你们台谭家的九公子，可是一再坏你的好事。萧天。
女人的事情就让女人来办，破坏她们两姐妹的关系，我比你更懂。小田，不然我们再说说我刚才的提议。南若薇，手伸得太长，不见得拿到他们的目。我要不想给你，你什么都没有。城主，啸天有负重托，我和人质现在还没换回来，至尊心法却丢了，他们还强迫各家主在同意书上签了字。啸天，现在重要的是要确保几位家主的安全。其实筹码越大，对几位家主越危险。城主，现在所有矛头都指向我，担心你的安全。这个倒不用担心，暗影会既然基于我这个城主位置，他绝对会让这个位置空着，再想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找上来。现在局势这么紧张，我们应该请正阳君出来主持大局，这样各大家族才有信心与暗影会抗衡。我担心时间一长，有些家族会乱。白若薇说的没错，郑阳君已经很久不在武都城，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有事。城主放心吧，郑阳门不外，据我们所知道的，门主这次是被暗影会上，目前正在闭关。什么？郑阳君真的被暗黑了？那蓝若薇怎么回事？难道蓝若薇和暗影会？大哥也在。蓝若薇是不是暗影会的人？大哥，你跟他关系那么好，我不知道。星辰，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会知道蓝若薇的底细？陈南少，四大家族何去何从？此事还得从长计议，一朝不慎就会慢慢结束。青云真是放心，四大家族现在全力追回至尊心法，各家主下落不明，也在全力打探。我在考虑下一步暗影会应该要对我这个武都城主下手，我现在已经在组织人商议对策。如果我们一再受到暗影会的牵制，那只能分了一波，必须在暗影会上位之前扼杀他们的阴谋。你们俩，我去商议对策。说得好，大哥，您一定要多保重好自己身体。武都城主正阳门神使穆青云听令，请门主吩咐。第一，我已经找到了暗影会东头那个面具男，也就是杀害李无双前辈和我父亲的凶手的真实面。不过，我现在还无法确认。第二，暗影会想上位武都城，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不过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之前，青云已经找到了被绑架的各个家族。不过胡少聪是暗影会的人，在情急之下他点燃了炸弹，和三个家主一起死亡。这条消息就此封锁，我们要选择新的家主，稳定好各个局势。是，起来吧。啊，对了，武都城主，你等一会儿给萧天打一个电话，告诉他同意他选择临时家主的想法，他定好时间直接告诉你。是。你确定是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的应该还没有。已经无所谓了。你要把我交出去吗？那我不是。星辰，其实我有挺多事儿想问你的，但是确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你是在担心林叔叔吗？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自从啊，我们第一次从烧烤摊相遇之后，我就碰到李无双前辈。是说门主大人？这样说起来的话，他才是咱们俩的媒人。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事儿：为什么无双前辈可以出招，但是却让我救你？为什么？我想啊，我当时除了很讨厌胡少聪的八股之外，我还有一颗勇敢的心。臭屁！哎，不是。你没有觉得吗？
过，这也是我在意。木雨，你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我？林叔叔和我爷爷已经遭遇不测，林家和谭大家情况又昏暗不明，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勇敢的心，直面困难。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有好事情发生。我明白。等这些事情都解决了，你最想干什么？我就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普通女孩，想玩就玩，想笑就笑。哎，那你一定很适合我们烧烤摊，到时候你过来当我的伴娘。行啊，到时候啊，钱归我，你每天烤1000个串。那必须的，必呀、啊。不行，这段时间你就少出来走动，我害怕暗影会下次有行动。星辰，我有你在。我是怕你碰到危险。好，知道了。整杨军。你怎么知道我是？嗨，我林沐雨是谁呀、啊？再说了，我的老公那能是一般人吗？就你天天你那瞎嘚瑟、瞎显摆的臭毛病，我能看不出来一点蛛丝马迹？你都能看出来了，我在别人面前不就白痴吗？放心，你呀、啊，在外人眼里，你还是那个又傻又笨又大条的小傻瓜。木雨，我是小傻瓜。你是什么？你别抓住你啊！喂，夏天哥，你在哪儿呢？我想去找你，有事商量。我在金钻酒店。那我方便过去吗？方便，你过来吧，32房间，等你。好的。哟，夏天，可真有你，这么快就给我带上。等他来了，我帮你好好调教调教。先看看他过来什么事儿吧，一会儿你在里边，不要出去。来吧，进来，里边坐。萧天哥，你想怎么了？我现在就在你面前，你愿意吗？老爸死了。我少聪也死了，林家垮了。晶姐，你现在要稳住，林家没事的，你放心，有我在，竭尽所能帮你。林大小姐，这哭的梨花带雨的，用的是美人计。我今天来就是给自己提亲。你好手段呀！我怎么记得你刚刚退过台谭家的婚约呀？这未婚夫尸骨未寒的，又找上新靠山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好马不吃回头草。看来你还是先比我早了一步。不好意思，不是一步，是很多。好了好了，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有话直说。木槿，你想怎么？是我想简单了，如果能和啸天岭合作，那就是亲上加亲，对家族未来也是最为妥当。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方案也没办法实现。这个方案不是，这个方案不是不行。你要知道，我没有婚约的。那就看林大小姐。我们林家两个女儿都嫁到你们台谭家，这还不够吗？你现在的处境，谁不知道？不如放下身段，好
好好做个豪门阔太，剩下的事情交给薛天就可以了。小天，这也是你的意思吗？你看啊，你现在也是独木难撑，你妹妹更不行。不过要结婚也可以，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林家并没有太难想。妹妹，不如让姐姐教教你。姐姐心胸开阔，可以容得下你。呸！唐太少天，看错你。林木晴，考虑考虑，我谭家小天的夫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成为五都城里的夫人。如果我把这些事情告诉陈总，今天有劳陈总。五都城遭此劫难，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但是呢，家不可一日无主。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必须马上确立，这样才能稳定人心。你胡家已经名存实亡，我一个下人无德无能，还请城主做主，让我们胡家上下都妥善安置，我们下人也有口饭吃。韩台公子对我们胡家照顾有加，能力、人品都出类拔萃。在此，我推荐韩台家主来接管。我不同意。郡主，我是太冷，胡家官署要问过我林慕琴。毕竟我和胡家有婚约在身，即便我和胡少聪没有成婚，也是经过双方家族同意的婚事。林慕琴，还是多把精力放在你自己家。你林家现在在你手里都岌岌可危，再给你个胡家，你管得过来？妹妹，要不然你嫁给小天，这样你家的事情跟胡家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岂不是两全其美？那莫为。你闭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谭台啸天。林慕琴，我就是喜欢啸天，又怎么这么有能力又有钱的人？我来洛威当然不会放。我李家啊，不是我兰家，愿意双手奉上交给啸天管理。林慕琴，你做得到吗？哎，话不能这么说。这样吧，我提议由我和林慕琴林大小子代管胡家，毕竟谭台家和林家是亲家，没有那么重。四大家族。变三大家，这也是大势不可逆。啸天，就劳你费心了。慕晴，有事你们共同商议就行了。谭台行程，你能不能听我说完？林大小姐，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你到底说什么？行程，我知道你心里还记恨我。我根本就不记恨，行不行？我要去接沐雨了。行程，我们复合吧。什么？你说啥呢？你有病还是我有病啊？我把你送医院看看脑子去吧。从小我们俩一起长大，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感情，之前是我做的太过分，我希望我们俩能回到以前。我现在是妹，你说这些话你都不过脑子的吗？这是因为我考虑了很久。你的老婆，你就跑过来霍霍我，不管是我还是林沐雨，都是林家的一份子。现在林家都快完了。那林沐雨不应该做出点什么吗？他该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就应该把他喜欢的人让给你，是不是？然后继续让你做林家大小姐，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当初看不上你哪一点，你知道吗？我知道，看不上我太难定义。错，我看不上你所有的点。今天的事情到此结束，别纠缠。你就不能为林沐雨考虑考虑吗？他也是林家人，他家落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林家，受委屈他不害怕吗？跟你说是我说不过。林慕晴。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受气受委屈？我都已经跟他解释过了，我什么都让，但是这次不会让。如果林家就此陨落，那也是林家的命运。林沐雨，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林家上下都要我去周旋，你这不是跟我分着分的吗？自私，是你自私吧？你都那么舍不得你大小姐的光环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个普通人呢？普通人？凭什么？我林慕琴生来就是林家的掌上明珠，我为什么要把她扔在土里，让她安葬无光？所以，是你给你自己上了一道枷锁。我就不明白了，我们林家靠我们自己，虽然不能像爸爸在的时候那样辉煌，但也不会一落千丈啊。姐姐，我们相信自己好不好？这些话都是他教你的吧？我。自己什么能力自己不知道吗？从小我们俩一起长大，感情那么深，怎么现在都因为一个外人的蛊惑？所以我就要把我喜欢的人让给你吗？没想到
老大。你要什么我不给你，我喜欢的玩具，我喜欢的裙子，我喜欢的一切，你想拿走就拿走。在你眼里，我这个妹妹是不是就是用来欺负的？林梦云，够了！你再说，我们是姐妹，是一家人，但是你不能左右我的思想。星辰，你妹妹她就口是心快，都在气头上呢。我林梦云，你给我回来！星辰，有一件事情你必须格外注意一下。萱姐，你说。历代正阳门主每十二年便会遭遇一劫，这个秘密藏在至尊心法里，但是我担心暗影会已经知道此事。没事儿，十二年一次嘛，到时候暗影会啊早就被我清楚了。星辰，你的第一个劫数在十月初八。为什么？我这一上来我就要遭雷劈了。不用遭雷劈。我遭雷劈就是。但是你的灵力会减满，而且到时候内力也会全无。我担心暗影会会有所行动的。没事姐，我到时候往家里面一搁一躺一整天。那天是无双门主的忌日，你必须要去他陨落的地方去祭拜。那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去，那我不就是夜晚的大灯笼吗？那明晃晃的，那暗影会肯定会堵我，咋办？星辰，这也是你结束的一部分。沐月，你找我。青云姐姐，你今天和星辰说的那些我都听见了。你放心吧，有我在我会保护他的。我只是觉得他太弱了，而且又笨手笨脚的，就算有你在，我也怕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间有点着急，我暂时还没有想到更周全的计划。青云姐姐，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现在暗影会知道星辰是正阳门徒，又知道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用我当诱饵，你们找到他们的老巢，然后你们先下手。不行，我知道你是担心他，可是这样做太危险了。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这个计划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找到他们的老巢。就算我们找不到那个面具人，我们也可以干扰他们后面的行动。不行，太危险了，星辰会担心的。如果星辰出了什么意外，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暮云，计划实施之后，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们到底是谁啊？我可是林家二小姐林沐雨。当然知道你是林沐雨，我还知道你和你那废物未婚夫都是正阳门的人。想干什么？快放了我！说吧，正阳门明天有什么秘密行动？你们是不是有了新的门徒？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赶紧放了我吧，快点！小绵羊，你乖乖听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然把你衣服给你撕了。别，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可认识蓝姐姐，小心我打电话过来让她削你。哎呦，小妮子嘴还挺硬。行，不撕你衣服，往你衣服里边放100条毛毛虫，看你怕不怕。哎呀，他们就是给我一个大戒指，让我送到那个地方去，具体还没说呢就被你们给抓来了。喂，苏苏，出来了，你要小心啊！穆青云，又见面。无双门主是你害死的。叶令呢？如今的暗影会可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你以为你还能留住我？少废话，一个小小的人。能让我亲自处理是你的荣幸。交出戒令，饶你不死。能谈吗？穆青云，你要跟我玩脑子？这今天什么日子悠悠你知道吗？会长大人，我这儿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但是错过了今天可就没有了。您看要不要谈谈？也许很感兴趣。穆青云，你是在撩我？会长大人英勇神武，连四大家主都被您吃下去，这眼看天儿都要变了，我能不想想后果？好、哦，说来听。胡少聪可是在我面前死的，还有跟他那个顶替的李家家主，我可是一个字都没往外说啊。对了，今天是新任正阳门主渡劫的日子，想必你应该知道，我呢正准备带着正阳令箭去找他，你说你有没有机会出手？青云神使，真想不到你居然也有异心，出乎意料。审时度势，您觉得我的投名状够不够分？告诉我，新任的正阳君到底是谁？会长大人，咱们能不能拉近点距离说话？我这一个女人都不怕，您怕什么呀？早就说过了，跟我玩闹还嫩点。一个迟到的神使，你救不了他。他把菊花给谁呢？风哥，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今天是李无双的忌日，我猜到你会来这儿，所以我就来了。风哥，等会儿暗影会的人就会过来，你赶紧走吧，这里危险。剑禅，果然是你，林木玉自投罗网，我就该想到了。你要不然把面具摘一下吧，你这样子挺没诚意的。大哥，果然是他，没想到吧？有件事我一直没有说，既然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也就只能公开。林家寿宴那天，洗手间里除了你，还有我，只是你没有仔细检查，要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吧？你说的，我完全不承认。我不承认，有谁会信你？我谭台冲是是非不分，爱冲动，爱慕虚荣，可我不会背后捅。现在立刻行动！山城大王和李无双所有视频，所有视频一个都没有。对，还有另外，所有行动的人，我的人也杀掉吗？你的人也杀掉了。蓝若云，你给我听好了，如果这件事敢透露半点，蓝若薇、胡少聪都是你的人，你指使胡少聪控制林家，你勾结蓝若薇害死正阳门主，你简直阴险歹毒到了极点，我实在不敢想你就是暗影会的幕后主使。没错，我就是暗影会的会长，那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就问你一句，星辰的父母是不是也被你做？是要怎样不是又怎样？是要怎样不是又怎样？我为了四大心法我付出这么多，现在四大心法都在我手里，武都城现在是我囊中之物。你错了，我们谭台家的强大不是在于有什么至尊心法，也不是什么百年世家，更不是什么商业帝国，而是每一任家主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谭台星辰，就你也有资格评价？令箭拿来，别逼我动手。大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从此以后与我势不两立。当年你父母是被冤枉，他们当时求我的时候让我放过你，让你平平安安做一个普通人。你应该感谢你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今天。平平安安做个，我也有想过，但是确实我人不一般。为了让你这个暗影会会长现身，我等了真的很久。紫金翠玉镯，它有隐灵的功效。它在摔碎的时候，就是正阳门主现身之时。天大的笑话！什么正阳门主？那就被我气死了。星辰，你是正阳门的人，而他是暗影会长，赶快通知正阳君啊，控制住这里的局势。鹏哥，你
放心吧，五毒城从来都没有乱过，只不过现在要让暗影会出来晒晒太阳。天大的笑话！谈谈星辰，你以为你是谁？正阳君吗？不好意思，正阳君已经被我亲手吞了。什么邪恶压城？实力面前，蝼蚁就是蝼蚁。这里就是我们谭天家最大的反面例子。什么忠肝侠胆心肠，那又怎样？你想怎么救他呢？对，废物。所以你还不觉悟吗？你们不愿做的，那个我已经做了；你们不想的，我也去做了。五毒城主已经被我架空，正阳神使也被我炸伤，正阳君早已成为一母。四大家族至尊心法，来，你告诉我，你拿什么赢我？正阳禁令，原来你真是正阳君。星辰，这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在这儿？这是哪儿？这里就是正阳楼。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早就接手正阳门，只不过为了消除暗影会，不得不隐藏身份。太好了，你想的真行，这下以后我永远打不过你了。啊，宗主永远是最厉害的。你永远是我班长。我贪婪啸天的对手实力最好强一些，我见识见识正阳君真正的实力。今天是十月初八，好像我的胜算更大。我谭台家是名门望族，你却加入了暗影会，这就是不忠。你设计害死我父母，又勒索绑架爷爷，这就是不孝。为了自己的目的，又要控制李家和胡家，这就是不仁。对自己的弟弟下狠手，这就是不义。今天，我就将你不忠、不仁、不孝、不义的人扫地出门。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就别怪我。慢着，你说郑阳君死了，没错，他当初确实是被你一掌打伤，然后遭遇车祸身亡。不过你要说他不在这儿，那你就错了。这个是郑阳令界，你不会不知道。星辰，让我来吧。青云，你到底要保护我到什么时候？星辰，无双门主已经走，我们不能再失去你。如果你出现了任何闪失的话，那我神使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暗影会长谭台啸天，我就地伏法，更待何时？穆青云，我忍你很久了，没天人前人后装什么装？今天我把话挑明，不要以为你们来到正阳楼你们的主场，就可以稳操胜券。你们合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能奈我何？现在我暗影会已经开始行动，只要我出去，成都府就是我。谭台啸天，你这才担任谭台家主才多久啊？野心太大，藏不住了吧？告诉你，就算是四大家族都归你驱使，到我这里也就是九牛一毛。如果五都城主出现意外，那成都府会不会天下大乱？我只是提醒，没有危险。城主动用城主令，废了他的家族身份。你以为我真的会怕那个什么破令吗？你暗影门垂涎五都城这么多年，用尽卑鄙的手段谋权上位，今天我就动用城主令，废了你这个谭台家主的称号，由星辰出任新的家主。城主，我和你打个赌，今天过后你得搬。那咱们就走着瞧。城主不想听听我为城都府搬了多少家？谭台啸天，你该死！等等，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星辰、阿初，大哥什么时候亏待过人？我们家里就我们三个男孩，我为了不让你们受委屈，我到现在还一个人没有娶。亲兄弟就是亲兄弟，打到骨头还连着亲呢。今天我干掉这，还有你们这个不会过门，更不会分钱财。除了他们，在场的都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家族只要控制五都，那什么都没有区别了。所以啊，坏人。你们就跟着我做。我谭台聪飞扬跋扈，清高自傲，但那是为了我的家族荣耀。但现在全被你毁了，我怎么跟你干？我的眼睛里揉不了沙子。跟你干？那你害死我父母，事情就一笔勾销了，是吧？把你的户口收起来。星辰，做什么事都是有风险和代价的，包括这次爷爷出事，我也没有想到胡少聪那天会自己自爆，包括你的父母。跟爷爷的事实质是一样的，还有他，蓝若薇，
她为了站在今天这个谈判桌上，把自己五十老公都出卖了，还有什么好说？那你心里这点分量？那天要不是胡少聪死，我把你做了，就没人跟我跑腿。你会活到今天，还想跟我瓜分林家财产？实话说吧，你们李家财产也是我的，而你，韩台啸天，你过河拆桥吗？我怎么会过河拆桥了？我舍不得。韩台啸天，你已经入魔了，又怎样？我把他们都杀了，就只剩我们谭台家的事了。星辰、阿楚，我们现在没有胡家，没有李家，我们现在出去分分钟解决林家。我们家族控制五都城，指日可待。谭台啸天真是个败类，我瞎了眼了。谭台冲，后退！冲哥，别靠近他，他已经疯了。是经费。豹子。八哥，还不是尽力？最后给你们30秒，要把生要么死。青云城门主，长甲青云，你到底想干什么？自从无少门主把你指引到此地，我就一直把你当成弟弟来看待。除了对门主的敬畏，更多的是想当成弟弟一样照顾。青云不忍心看着您再受磨难，希望你和沐雨可以好好的活着。我有无双大哥的神功护体，我可以赢的。星辰，今天10月初8，在你的劫数之上，就算可以侥幸活命，但又会元气大伤，如同废人一般。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不管什么办法，青云姐，我都不希望你可以用它。星辰，这是身为一个神识的使命。星辰暮雨，大地回春，正阳溢出，暗影退散。哇！现在你也是孤家寡人了。谁说我是孤家寡人？说的是陪伴，沐雨陪伴，青雨笑死。谁愿意给你什么？你就算拿下整个五都城，又能怎么样？你还是一个没人爱的可怜虫罢了。那又怎样？我还是无敌的存在。你厉害一点。打不过，就是打得跟那些死掉的废物下场一样。打过打不过，得打过才知道。谭谭小天，你该死！你去死吧！呀！不是我谭台烧烤自卖自夸，就我是手艺十里飘香。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火上飞雪。这香味，这肉质，告诉你，别的店吃不着。这不是五都城一哥吗？又来开直播卖烧烤了。要吃烤肉就来哪儿？谭台烧烤店啊，提我名字打八折。人家是谭台家的烧烤九公子。这是谭台家的烧烤九公子？喜欢主播的可以点点关注。人家是谭台家主呢。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老板，再来拿酒。你等一会儿吧，好，马上啊。两只腰子，别着急啊，我给你吹水啊，别着急，快点快点。来吧。你别续我，我干嘛呢？再炒点烧烤腰子，哎，马上！哎，谢谢。